马公市代表会市政总质询今天上午由代表欧银花下乡考察，下半场由代表黄旭辉提出市政需改善的建议。70分钟的质询，那也希望这些质询对我们马公市有交分。那这个时候刚好是介于我们市长选举，新的团队要起来，我们监督单位也刚好在这边是最后一次的市政总执行，有些议题是适合来抛出，让我们有个法治，有个制度。我是希望我们主任秘书跟团队好好的去，包括我们这几年的运作自爱难行以及没有去顾虑到的也能够去加强，还有还给我们马公市民、澎湖县民道路平坦安全以及快快乐乐过年。也预祝大家我们市政推动顺遂，那市民大家能够平安喜乐。记者联合报道。这个是有所依据，所以那个